有心意要喝一个甘蔗汁吗？这是甘蔗，那这里是一口吃小香肠。要回头了。你不会塞啊？挺才塞。哇，好多东西哦！这是地瓜，哦，这是什么物件？咦，这个是玩具，这个是什么玩具？我看看。咦，这个你给它插下去，它会跳出来哦。你要跟妈妈一起玩吗？她不要玩。很紧张哦。啊，那个敲敲那个企鹅的。她不要。敲企鹅的那个还蛮好玩的。好，走了。敲冰块那个。没有，我们家玩具好多了。还有钓鱼的。等一下再回来，先走过去。等一下会回来哦。迪欧欧。嗯，那个怎么垃圾桶会打开呀？这个是大颗的球啊，所以就无贵点。来去前面玩那个洞洞乐，然后你抽三个洞哦。